方工商，战火一触即发。我帮你加嘛，我帮你加嘛。如果万一你因为你是小小鱼嘛，因为脸是红的，你知道？是。如果你万一赢的话，小小鱼让你抱一下。同学生，你自己的球这样，你。同学生可以吗？真要黄色。没那么管你。你慢着，你手都别跑啊。现在两次我就想低声了，因为他动作高低。你看我瞪我，这是玩游戏，跟入戏，跟入戏。真的就跟摇。还差不少。本周来到了位于信义区巷弄内的东方工商，创校至今即将迈入100个年头，是所历史相当悠久的职业类科学校，校风自由开放，体育与课业均匀发展，因此培育出许多台湾知名的篮球国手，如现在都已经是教练的李云光、东方介德，还有活跃于演艺圈的黑人陈建州与邱泽，也都是东方工商的杰出校友哦。这次前进东方工商，会与同学们擦出什么火花？谁的战绩又会垫底遭到惩罚呢？赶快来瞧瞧吧！哎，就地重游，往事上心头，景物依旧在，人事全非。Oh my god！你这边干嘛？一大早在那边卖弄文采，心情不好啊？啊，最近还是让你这里触景伤情啊。你也知道，我最近心情真的是很好。OK， 那差点带人走，我心情很好，我只稍微有就地重游的感觉，所以稍微一点这样文思泉涌一下，不一定代表心情不好。就地重游，所以意思是你来过这里？当然，而且我上次来呢，还是以新电玩快打的名义来的。当时我们选这个电玩五 G 的时候，这个东方工商，就是我负责的。新电玩快打名义啊，我居然没有参与到，觉得伤心。你不要伤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一天我不想要下雨。你这个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前几天哦，你看前几天很像快下雨，可是都没下。今天你一出来就下雨。今天没有下雨，看我们没有撑伞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明天就来飘飘小雨。好，讲赶快进去。我跟你讲，重点是你不适合这么生气，因为你最近不一样。因为你最近除了主持节目，还有这个演戏之外，你听说你重拾麦克风，又当歌手的身份，还发单曲。是的，想不到我的好 partner 你居然有在 follow 我。所以我今天也特地带来我的单曲要来送给你。好吧，那大哥，那大哥，请多指教。可能可不可以给我三个？为什么是三个？因为我那个桌子比较短，要三片比较够电。好，开玩笑，专单曲。要大家好好介绍一下，是的，这就是我最近发的新单曲，然后它的歌词就非常的励志，非常的正面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大家。好，叫争锋嘛，对不对？风筝，风筝，好，好亮啊，不？唱给大家听一下。我飞得理直气壮，我比谁都要倔强，颠覆世界眼光，义无反顾的闯，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。掌声鼓励！毕竟跟你跟哈拉，不知道你真的还蛮会唱歌的。谢谢，这单曲很励志，很励志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我今天呢也特地准备了单曲要送给大家。准备了几张？500张。是，也没有那么多啦，但是大家想要得到的话，赶快到我们新电玩快打的粉丝答题专页，就可以知道怎么得到咯。啊，重点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是要来跟东方工商的同学对啦比 PK 一下，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看他们的电玩实力到底如何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咯。走，在洋溢着新单曲发行的幸福氛围下，哈哈哈哈，紧张刺激的电玩 PK 还是要进行下去啦。今天准备三款游戏与同学 PK， 只要同学们成功挑战关主即可获得福袋，要是关主失败太多次，最后可是会有惩罚的哦。而今天前来助拳的两位来宾是我们的超人气实况主鸟屎，以及拥有天使脸孔魔鬼身材的小小鱼。话不多说，东方工商准备接招啦。好嘞，鸟屎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。嗨，就这样Yeah, 所以当时今天负责哪一款游戏？我今天负责这个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疯狂动漫，有没有玩过吗？有同学玩过吗？那你最好不要挑战我。哎，有人举手，他们是在毕业拍照。有那边。啊，小小鱼，你手哪一关？这个。那个玩足球，小足球。那我跟这人就是 WinU 派对。好，各位，首先第一棒谁要来？要不要跟小小鱼玩一下？来喽，这个蓝色衣服。他牵你，这个好机会你不要，这个好机会。
道吗？哎，很难的，其实很难的，我还看得出他脸红了。没有你更正，他从上来的过程一路红上来。是哦。这位同学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我是东方方餐饮科，然后我叫苏冠如，现在一年级。一年级哦。最擅长的料理是什么？烘焙蛋糕。蛋糕，蛋糕，什么蛋糕最厉害？戚风蛋糕。哦，那很厉害。其实你说的话，你就送小小鱼一个戚风蛋糕。哎呦，20分，这个条件是不是应该也好？人家在换人，换人，不要再换人了。啊，你是不是喜欢小小鱼吗？喜欢啊。那想跟他 PK 吗？好啊。很乐意是不是？好，那这样我帮你加码，我帮你加码。如果万一你因为你是小小鱼嘛，因为脸是红的，你知道。如果你万一赢的话，小小鱼让你抱一下。有这一招？有一次抱，不是激情有被抱，是有一次抱。笑成这样 ，OK 吗 ？OK。那如果你输，你就送我们的戚风蛋糕。好。两位请就位。好。好，请开始。陈巧梅，草莓啊，巧梅，你下一位，徐思涵，那你这位是周景瑜，好，所以三位要来跟我们挑战一下，所以三位跟我挑战哦 ，OK 吗？来，挑战看看。哎，怎么我今天都很烂的。真的很那个啊！哎呀，黄色，我的妈妈，黄色，什么都别跑啊！你跑到员外了，什么别跑！我砸他们了，这是游戏好吗？三战两胜，我是第一胜哦。这边他动作高低，你干嘛瞪我？这是玩游戏，不要入戏，这个就跟摇手，哎，超不爽。我觉得我应该拍到，光一张就三分钟。不好意思，同学，三战两胜，这样多加给你们一场，好不好？不懂游戏，不懂游戏，来喽！30秒开始。我就慢慢的调整了，我已经玩得很烂。
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三位同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接下来王乐言来挑一位。好，那就你们三个啊，你们这一排三个。我是观光哥的红高粉。红什么？红高粉。红高。洪家腾，洪告成，洪告成，我是观音中的杨世伟，杨世伟，来郑同学，不是，我是要你拿麦克风，这个装置叫麦克风，稍微靠近一点，不要害怕，你们观光客有可能要带团装拿麦克风，麦克风不会咬你啦，杨志伟，请问你是观音中陈建浩，陈建浩，讲太快了，我想说你名字怎么长，好，来，这三位对于玩游戏干掉鸟屎有把握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跟我。是跟我的。对，等一下，我想，我想说，我还没抢完。加码好不好？万一你输了的话，不要送他们三个你的单曲。出单曲，同学要知道一下。加好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哎，有信心吗？知道王乐言最近出单曲吗？有。你就假装你要吃香一点，你要开心一点，你不会做的。但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。你知道，你知道乐言最近出单曲吗？骗人。你点头心虚。各位同学，王乐言最新的单曲叫《风筝》，很好听，大家可以去。谢谢。合法下载或者去买他的单曲。对，那个数位平台都有。好不好 ？OK， 那就请来就位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！我在你乱点，真的是。哎，这是黄色同学。其实你看，只要别人张冷静的玩，他们就就 OK 的。王乐言来看第一胜，同学要玩别关还是要玩同一关？玩别关，玩别关，玩别关，好，玩别关，他玩别关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哎，我请王乐言慢慢掌握那个感觉。我们死用新的，你能力怎么样？不是能生对过，我们一定得死。蛮厉害的，现在知道怎么吸了，就差一个啊。好，那么第二扇呢，我们同学杰克森，你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接下来第三张女选官，好不好？轮流嘛。好，来看怎算怎么分布。如果王乐言可以故意把三个放在同一边，那么同学一定不会三个都选同一边。对，这也是知道，这都心机局了，同学。心机局。难讲，难讲，他们就分散投资的，你看你用这样。好，姐，那你会选呢？还有哪一些？哎，我动不了。好，来，想好你说，第一个中了，第二个中了，不会直接就拜拜。哦，哇塞！可真正难题现在才开始，因为剩一颗。可恶，一颗就不好选，对。那第一回还两次，还两次。哦，完了，还两次，只剩一个绿色。烦死了！我觉得这个音乐让人家心机越来越重。我是在搞什么心机呀？音乐上方快一点嘛，因为我觉得没差。反正叫个王乐言，一个乐言的，他要守住这一关，他只要输了，零就他们的。我这边猜错，其实很大哎。哇！恭喜我们同学获胜！颁奖时间，王乐言请颁奖。五极限鸟屎遇上强敌啦！准备跑步了，我们变成去跑步。我们四位上面你们随便选，好不好？小小鱼你随便选一位，选中的不一定跟他，你可以上来再决定要跟谁挑战，好不好？我选中的人随便要。对对对，要不然就说一二三，我选很后面的好了。而且同学其实没有在管你的一二三。哎呦，为什么特别选他？因为大家都一直拱他上来。跟他自我介绍一下，餐二中的苏冠宇，什么什么餐二中的苏冠宇，餐二中对不对？好，餐饮的，你想挑战谁？
粮食。你确定吗？因为我真的很累。你确定？理由吧。我这个游戏我目前没有输过。你也再来一次。想说趁先按一下。好，两位就位哦。好，来。好累的游戏，好累啊！哇哇，会不会突然就结束了呢？好像快结束了耶，快结束了。啊，学动作，你们被要对一边，对一边，你们错一边了。我想是错的。梁子，你方向对啊。妈妈，现在最后这个动很，每一个动作很关键。啊，可以来跑跑，跑步也很关键的。绿色，绿色。哎，学动作，动作，手跟这边。好，准备跑步了。同学可以跟进跑步。针对这个年轻的肉体，你完蛋！你之前玩过这游戏吗？那有考虑之后看我玩过，刚刚是没有啊，就是在你的，没有，我之前没有。你直播玩过这个游戏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哇塞，没有，别人，没有，人家明明就有看到。那是我堂弟啊。没有，这不是。恭喜请喝酒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的，恭喜同学，恭喜恭喜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不同学挑战，加油啊！好哟。女同学，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蔡一中，林静恩。林静恩，蔡一中的来，那你想要挑战谁？这是想挑战的。没有，随便随便。人都可以，他就指你别人，你想推卸责任啊？你可以推卸责任。推卸责任。想挑战小小鱼吗？对。耶！那就来踢足球了，好不好？两位师兄哎。那个是红色，同学是蓝色，同学是蓝色，超强的啦！哎，他第一次他已经碰到三次的球，然后我碰到零次。哎，来来来，来我自己把球踢进去，我自己把球带进去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好像真的蛮刺激的哈。对，这气氛。同学是蓝色的哦，同学是蓝色。哇，发出一个火焰球。可惜了，都没踢出去。刚才这样放开，放开。可惜没关系，小小鱼真的有认真练习过，好不好？两位拥抱一下可以吗？友谊的拥抱。哎，谢谢。今天的最后一位挑战者，好，我选后面的同学哦。这一位粉红色的同学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庄家任。啊？其实是庄家任。庄家任对不对？为什么老师推荐你？为什么老师会指你？老师特别喜欢你吗？你刚刚很好啊！哎呦，
没有啊，就是没有，就是重点不是功课，老师不会只喜欢功课好的学生，一定是他平常做人成功，很贴心，知道吗？不然就是很失败，这被老师针对了。好，双同学，你想挑战谁？你再想一想，你再想一下，你就他，你再想一下，你好好想一下。好，等等把他这样注定。老师，这个老师推荐的，老师。可是这样，目前的战绩呢？王乐友你是一败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是一胜一败。一胜一败。所以万一如果我败下去的话，你就要陪他惩罚。但如果你赢的话，就是王乐友一个人受惩罚。对啊。哎，你们两个今天好像很没事。啊，他二胜我一胜啊，这人生就是这样。好不好？再敢去嚣张，请就位。谁多圈？谁多圈？哦，三圈呀，三圈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！分数一下子就拉开了，保险箱。好，哎，好，再一个。哦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197比101，同学，准备跳，疯狂的跳，完了，哇，150的话，一口气又追又拉开了，对，三。哎呦！我玩了600多分，是真的是蛮厉害。真的。分数差100，但是其实有在追。啊！差过去，他觉得看到鬼了。不会要结束了吧？应该差不多了。神机啊，你觉得是神机？好荒谬的故事。掌声掌声！同学怎么样？玩什么感想吗？很累，真的很累。你们每个人都要上来，然后每个人玩完这个就说哦很累，然后每个人都还上来说我要玩这个。每天到我昨天了吗？他最累要玩3次，超累的。好不好？跟各位跟所有的手好不好？谢谢。好的，这个我们这阶段呢就战绩先来看一下。好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一胜，乐言一败，你要是2胜1败，小小鱼2胜，所以综合成绩，算起来呢，我们乐言是我们这一边最失败的一位观众，所以等一下再接受惩罚，好不好？终极大惩罚，今天的惩罚是累死人不偿命的体力轰炸。首先跑操场5圈，跑完之后再做棒式核心肌群训练3分钟。我们就来看看乐言能不能撑过这惨无人道的考验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不想要接受这事实，因为毕竟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我帮他一半好了啦。我们负责你3，我2，好不好？郑重请演艺圈这样就太感人了。如果是你输，你看看你，我说你们在放跑全部了啊！没有，我刚刚也有跟乐言讲，因为我有今天就只有我们两个有发，所以我也帮他做那个。这么感人的情谊，你看，你看大家都互相看过来看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你看我合作那么久的伙伴，我帮你这么热，你让女主持人跑步，要帮游泳吗？这是为了游泳，要不然这样，好不好？那我好了。我就成全你们，你们想帮他就帮他做什么。那我也，听我讲，我也帮你，我帮你记圈。这不是帮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你跑完，你们俩想办法跑完这5圈之后呢，你帮他做棒式3分钟。好，全新单元鸟屎推荐游戏碰壁啦！先这边打猎给大家看，这样，然后这边也会有。是他介绍完会想要玩的，举手。我要笑死。起步炮，起步炮是什么？哇塞，你看，感人感人，好惨啊！你好，你好。
这个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最笨的惩罚，因为跑完之后头发都要重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跑的还算 OK 啊。啊，好帅！是胶棒，胶棒。这个有一种在，你在助选对不对？他在群演，你还跟我握手？哎，原来这也惩罚。跑得蛮轻松的，立即就是那个田径队的。他是国手哎。要不要帮？你们继续追。你们不要，你当做玩游戏吗？真跑步惩罚。好，快点，快点。回来交棒哎，你要死，你坐这个。直接来。哎，我的脚跟不上我的，不要紧。直接来。计时。三分钟开始。通常是做30秒一个 round， 然后休息一个。我做三分钟会太难了。3分钟。而且我用这个垫就好，我陪他做。而且我单手做。嚣张！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天生其实10秒而已 ，OK。因为我肚子天生就有腹肌。我怎么觉得你已经在抖了？好，那这边单来这样打双手，哎，不是单手很厉害吗？这是这样吗？还行啊，实况组哎，你要不要来说句话？对啊，不要憋气，会岔气。你看我的表情有如此的轻松。你是唱歌最好听的实况组，你现在不唱歌也不说话，来个两句吧。哎，你要是真的口舌来，做了10分钟，你知道吗？多一分钟，多一分钟。太惨了！一分钟。哎，你居然是来跟你这么有趣的聊天呢？对啊，要对我个人的，这真的超简单。如果说一切都是甜蜜，哎，风筝怎么唱？你可以教我怎么唱。嚣张哎！其实我讲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天生就是一个腹肌的男人，只有外面有油盖住。你看我现在这个叫聊天啊。2分10秒，倒数了。你们有没有度日如年的感觉？没有。你要是一定有，你要是你还可以说话吗？超好的啦！快了，现在两分。这是最棒的一个。其实他现在好像极限了哎。快30秒，他现在是因为他是一个爱面子的实况主，所以他盯住。其实他，尤其你眼镜是在眼镜被晃来晃去。34秒，他受不了。还有多久？2分40秒，还有25秒。其实我也酸的。哎，我没有做惩罚，我是好玩而已。做惩罚是你们。谢谢两位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新的单元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的新的单元呢叫来宾大推荐。那我们今天来宾就是小小鱼跟我们聊。是的。小小鱼要推荐什么游戏给我们？我玩的这个啊是不算新 game， 但是我玩了这么久，我觉得也是超好玩。这是什么游戏？然后这一款叫做我看一下 Revolution 2。Revolution 2。对，然后启示录2。所以其实是可以双人一起玩。如果你是一个人玩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变换角色。哦。然后下一个角色是可以用枪，另外一个角色是可以看到怪。哦，阴阳眼的小女孩。这是怪吗？还是鬼？是僵尸。这就是恶灵。Walkers。对。这就是恶灵。然后你就把它指出来，对不对 ？There's something ahead。然后就把它打死，对。对。所以它吓人的程度有多少？哎，直接爆头！我这个这款游戏吓人的成分没有那么高，没有那么高。不是因为这一款游戏，这一代游戏它比较是主打合作模式。然后现在那个我穿小女孩的这一套，是因为我已经破光2次才有的衣服。哎呦，还特别衣服哦！对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超可爱的。小熊头，你破光2次，你太认真玩这个游戏了吧？自己玩真的好孤单呢，其实因为那你账号我们加一下，回家也可以玩，通知我一下。但我真的很推荐这一款。可以在家平常一个人玩吗？我一个人玩啊，而且我都半夜就录完影我才玩，我就玩通宵。它的故事性我觉得也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，有父女情。这边有怪吗？你有发现我不管你是不是？对，我发现你就紧张。哎呀，出现了。有怪兽通知一下，然后上下你指完就走了。上下左右键是可以换枪，有散弹枪什么的。换点武器。对，但比较强的枪子弹有点少，所以你刚刚用那个枪是子弹最多，很容易可以拿到。在哪里？出现了，不知道在哪里。进去了吗？
看到我在哪吗？哎，你们两个失联了。右上角那个 radar 就是我的位置。哎，做发现。哦，对，玩这款 game 一定要很专心的记这个路。各位，现在叫 Andy 喽。这个游戏推荐给大家，是小鱼推荐。好 ，You are dead。好，就这样，好吧。接下来为鸟屎推荐游戏。好，是。难道你要介绍这个游戏？我真的要介绍这个游戏。你确定这是你在玩的？我真的在玩，而且你没在玩的吗？我已经玩到氪金了。你丢钱了？我已经氪氪多少？应该跟游戏多了。那蛮厉害，一千多蛮多的。这个游戏叫《狩猎小厨》，然后呢，它顾名思义就是它就是一个小厨师，但是打猎对，但你要地方在哪里？这个游戏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在一个深山里面，然后开了一间餐厅，然后就是各种野味，看怎样吸引客人。所以我们要自己打猎，然后旁边有看到一只柴犬，它是这个餐厅的店长，它叫汪店长。汪店长。好，直接开给大家玩，看看。我真的在玩，你看我已经28的。他狩猎打来的都是一些真实存在的生物。真实存在的生物，没有恐龙那些。没有恐龙那些，没有恐龙那些。然后我先这边打猎给大家看。好。然后呢，打猎它就是有不同的地图啊，因为不同的食材这样子。然后目前我打到的是鹿，最远打到鹿。那我直接打一个鹿给大家看。然后你去遇到这些猎物呢，它也不一定是你每一次去就一定会。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个，对你有可能会遇到学务处报告，你有打吗？你有可能遇到这个绿爷爷，就是他叫绿爷爷。那这个绿爷爷呢，就是如果你没有遇到动物的话，你就遇到他，然后他就会说啊，你没有遇到动物，那我给你一点蔬菜好了。蔬菜也会是一些素材这样子。所以连打都不用打。对，但是蔬菜的话就是要靠别的方式打，但是肉类的话都要去自己打猎。好，然后好，我们就出发去打猎看看，然后去打鹿。然后好，我们就会在这前面，就是可以先点，把它点掉，来帮你搜寻嘛。好，很幸运就遇到了。然后呢，遇到猎物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迅速的获得这个动物的肉，或者是慎重打猎。迅速获得肉的话，肉量就会非常少，可是可以直接得到。慎重打猎的话，就要玩一个小游戏。玩小游戏啊！追到那个动物的话，你的肉量就会很多，但失败的话就什么都没了。慎重一下，要慎重一下。你要是避开那些障碍物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那一小颗呢？那没关系的，那个是洞。差点追到了，差点追到了。哎，好，找到了。就可以解体之后就可以得到拉他的肉这样子，哇！你这不知道你有少女心，就这游戏很少女，不会，我这超萌哎！我认识的朋友都是男生都在玩这个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到目前还没有觉得这个游戏有太有趣的部分，然后得到经验，哎，连我超爱玩那个农场的，我对这个都没有。你们去给我宰下来玩再说。然后说。讲点有吸引力的地方吗？制作人，那吸引你的点在哪里？会有客人来吃吗？会有客人来吃。这边就是我已经做好的菜了。那是放凉吗？我先，这个是寿司，它是凉的。它食物最里面，这汤是汤吧？汤放微波。下面有炉子啊。对，好，这个就收菜。然后这边呢就会有客人点餐，然后就可以供完成他的那个，你就可以点他餐，然后你就会有经验值，会加钱。可是没有看到客人吃啊。他带带走吃了，你们不要那么。不严苛好不好？人家怎么吃，你们要管。盖饭，生出盖饭。然后点菜的时候，这边会有重要点餐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主线任务，就它是会有剧情的，然后剧情让你的。我已经完成了。对，这我已经完成了，我就是为了今天要来介绍，所以我迟迟不把这个交。好，你把它交出去，待会看什么新的。把它交出去。哇，主餐的就比较漂亮。这是日本做的游戏吗？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台湾做的，蛮可爱。得到鳗鱼钩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狩猎，我就可以到下一个让我就可以狩猎鳗鱼了，然后就可以得到新的食谱这样子。哦，还有食谱。新的客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接受点单，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他想吃什么。好，他说他上次来我们这边吃山猪料理，他觉得很好吃。那现在呢，他想要吃剧情就主要就是剧情，他现在想吃一个比山猪料理更好的料理。然后汪店长说哦鳗鱼呢，对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定是要去猎捕鳗鱼，然后做鳗鱼的菜给他吃，这样。然后这边也会有。你们不要这样看我好不好？真的很好玩呢。好，介绍完会想要玩的，举手，1、2、3。好，我下载看看。
菜。其实我有心动，其实我有下载过，然后就不玩了。你竟然不这样！我刚帮你做平板，而且听我讲完，好，不一样嘛，一码归一码，真的。因为这个游戏我玩了十分钟，我就把它删掉。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推荐，谢谢啊！你接下来起来还给我们其他们推荐游戏，但是我们开始过滤他们介绍的游戏了啊！谢谢，谢谢两位。